使命哦，为市民服务，为城市创新呢。政府不是领导，也不是管理，我们只是一个为市民服务的团队。我们要先想好人民要什么，我们要弄清楚怎么样跟人民、跟这个社会好好的互动，提出一个更细致、更专业的计划。如何让整个公务体系哈愿意接受创新的概念，那秉持服务的精神去做，那这是我们要努力的目标。一起来承担公共设施的责任，一起来分享合作开发的成果。内政部绝对站在跟地方政府携手合作的角度，把这个辛苦的战争陪同大家一起往下走。